好，博士你好，星期六啦，哇，世界好多事哦。唔多事，世界冇事就唔得噶啦，个世界咁多动感嘅有事啦。哇，好啊，呢单听闻系印度神童都预言唔到嘅事啊，中东事件。系嗰啲，我哋一早几个两个月前都叫人哋随时要准备走去中南美洲啦，我出咗贴俾你睇唔到。系啊系啊。是啊一早提咧就哇有冇膠水佢打到嚟咁啊點打到嚟？廿幾年前我哋講咗噶啦，將來嘅世界戰爭喺中東，中國嘅矛盾就日本。嗯，你睇翻我本《迷眼觀世界》有寫噶，寫明廿幾年前。你想問咩問題啊？博士，個個都喺度不斷咁報導，但係咧就我哋直接啲問一句埋尾。你認為個咩萬里？中東事件？中東萬里啊！以巴事件。第一最緊要係話佢哋中東，你哈馬斯咧擺咗個陣喺度嘅。嗯。佢完全唔亂㗎，你哋唔好搞錯。捉幾多人質？怎樣射那些火箭炮進去打你，不是一朝一夕的部署來的，是亦都明知你以色列會反撲，嗯，因為他現在已經是攻入去了嘛，嗯，地面戰沒人跟你打你入去，是我相信一有人說他們會走光，嗯，他們會走光，你就真的入去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如果你真係用到彈藥炮入去嘅話，佢有人佢剩翻一啲小心一樣嘢，佢裝翻你轉頭咧，一你就話佢恐怖襲擊你啊嘛！佢捉曬人質，有一百幾廿個留低喺度，保住人質同你撐，扮同你撐，咁你咪強攻咯以色列，連啲人質都殺埋啦嘛！嗯。咁你同恐怖分子有咩分別？扯埋你落水咪對等咯。嗯。你殺埋人質啦嘛。嗯嗯嗯。你明唔明先？嗯。佢而家，因為佢哋嗰啲當打聖戰咧，佢自己拉線炸彈都得啦。嗯。咁我咪揾一百零個死士咯。嗯。而家你唔俾佢拉炸彈，等人炸你，有咩分別啫？嗯。但你有百幾個人質喺度。啊。好啦，如果你一殺埋曬啲人質嘅話咧，咁你要識別咧？一樣是恐怖襲擊，但係佢而家就話自己係你而家你話係佢襲擊，係啊！你再做翻佢同一行為殺埋人質咧，就係、是、扯平噶啦。係啊，知唔知啊？呢、這個都係最大嘅關鍵嘅。好啦，咁但係你要明誒，仲要諗一諗誒，點解話佢咁多部署咁犀利咧？就係所以而家要睇。佢咁多部署之下，有呢一 part 喺度等你嚟，扯埋你落水，你同其他嘅恐怖組織啊，唔係冇分別嘅。嗯。不過一個衰先，一個衰後啫嘛。哈哈哈哈。所以而家要考以色列嘅智慧。哈。第一，以色列咧喺歷史上啊，喺經驗上咧，以色列咧係救人質咧係世界第一嘅。嗯。喺世界上。嗯。佢係第一嘅。嗯。即係個經驗啊，同埋佢嗰個經驗非常豐富。嗯。即係話佢救啲人質出嚟，佢經驗好豐富。咁而家咪睇下考下考下成唔成功啊？我哋諗到佢意思，你都諗到嘅。係。即係你付出嗰個代價。係。咁啊，變咗咧就係而家考佢哋意識嘅智慧。但好奇怪喎，美國好似拜登唔知邊度開聲叫佢搞耐嗰個總理下台喎。叫以色列嗰個總理下台，哦，係啊，內塔尼亞胡，係啊，叫佢下台啊。咁但係呢個就而家就係話咧，究竟美國亦都係好警覺啦。如果佢真係佢哋有個防守系統好強啊，以色列話攻唔入噶嘛，但點解俾佢入到咧？嚇，即係襲擊到咧？當然佢有數計啦，譬如話佢防守有九成嘅，即係以色列嗰個防守網啊，嗰個航空嘅系統啊，嗰個防守系統咧。但你有九成防守，
佢射到五六千支啊嘛，係啊，九成都有五百幾支噶嘛，嚇嚇嚇！當你六千支有幾百支入咗嚟，你都咁大鑊㗎，係佢咪射中你嗰個國際音樂節嗰個晚會，嚇啱唔啱啊？嚇！所以都幾年係有部署嘅，有部署。係啊係啊係啊！全部有部署。好似話部署咗兩年。有曬部署，有部署嘅。除咗部署之外，就話佢啲嗰啲架撐，佢又有嗰啲扮降傘嗰啲、跳傘嗰啲飛翔人啊。死侍係嘛？係啊，點解會入到去咧？其實嗰啲係遮掩嘅。嚇！其實佢哋咧係有曬地底上入到去。係係係。蜘蛛網咁喎，即係扮喺上面通降，其實就喺地下上去。啲架撐咧就長期運入去嘅。係。嗰邊嗰啲架撐運入去咧就係好古怪嘅，嗰架撐運入去咧就係。錯咗喺下層。嗰啲架撐咧就係所以早兩年咧好多人富貴嘅喎。嚇！你幫佢走一次軍火油咧，有成十皮八皮美金喎一箱。哦。由埃及嗰邊走過去啊。以色列。係啊，唔係走入去卡沙。加沙。係啊，有幾條路走入去㗎。哦。又有水路，一水咧圍到有十皮嘅美金啊，所以好多人搏。哦。有啲做一兩水喺嗰啲國家做一水已經成世降發咗咁啊啦嘛。咁啊，收埋好多存貨喎、啊！變咗有金主傍水咯。佢俾架撐你，仲物佢俾埋錢有人同你運噶啦。係咯，如果唔係點會咁多架撐啊？係啊，五六千。因為佢俄羅斯有兩個港口喺嗰邊噶嘛，免費噶嘛。哦。俄羅斯啊，有兩個港口喺嗰邊噶。咁而家有冇人承認係喺幕後？但係而家佢係差唔多。公認咧，你黎巴嫩真主黨有肥佢以色列噶嘛？係啊係啊係啊！咁啊證明黎巴嫩真主黨撐佢啦，仲敍利亞嗰啲伊斯蘭嘅組織啦，咁啊伊朗就唔使講都要撐佢啦。嗯，但好奇怪咯，見到個王毅黑鷹，我哋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別寫出嚟講，一個理由。表面咧就好似好啱咁嘅，喂你哋以色列就獨立咗啦。你哋生活得到保障啦，冇未獨立啊嘛，係咪？咁就講呢啲咁嘅嘢嘛，所以呢次咧就中國咧係撲街啦，李王。哦。因為佢同以色列好都叫做友好噶嘛，而家以色列咧會反台嘅，會反台。即係你支持佢建國？唔係你支持建國冇所謂，但你支持你咁樣講即係撐哈馬斯啦嘛。哦。同埋佢又俾人搜到啲。管咧就要改裝做嗰啲嗰啲彈道管啊嘛，水管啊嘛，哋話。但係呢個中國政府係唔應該會知嘅，因為佢哋好聰明。佢即係譬如我同你訂製啲水管，或者你第啲國家好中國好出嘅水管，夠厚身，啱我嗰個火箭炮嘅身子，佢買咗翻嚟，佢幫佢改裝嘛。佢改裝好多古靈精怪嘅產品，嗰班友。係啊，我都覺得係改裝。係啊，所以你話佢而家。你同你加上嗰、那個巴勒斯坦嗰、那個霸住個屎坑唔走嗰條老鬼總統八十八歲噶嘛，永續一帝啊嘛，唔單單又唔搞議會又唔搞普選噶嘛，所以呢個係好壞嘅情況。但係佢哋嗰啲問題咧，你普通人理得到嘅。所以你講歷史啊，邊個誰是誰非冇得講誰是誰非，去到一個打戰爭嘅時間嘅行為咧。講條頭大，講有冇錢，有冇架撐嘅啫，乜嘢都廢話。嗯，係嘛？啱，係咁簡單嘅。硬實力，硬實力。但係好啦，嗱，你可以諗一諗呢一個咁嘅行動咧，帶嚟有咩得益嘅？邊個有著數咧？你喺呢度諗，咁你個人都差唔多諗到啦，但我哋唔方便講。係。好多人都諗到㗎啦，諗到都唔應該講，係咪？即係背後有啲咩幕後金主啊？除咗伊朗之外，仲有其他呢啲人自己都係自己有諗到幾個㗎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啊第二樣啊，本港係咁咧，就有一個 ICAC 介入嘅最近，就係關於嗰啲咩啊強積金啊，唔係係咪啊強積金啊？話啊話去咗啊移民永遠唔翻香港啦，咁啊攞錢，哇呢單嘢抵拉嘅。
因為佢係佢係涉及有人貪污啊。嗯。你俾錢我，我同你教你啲文件，同你串謀曬嚟去。攞強積金啊！我相信佢呢單嘢係英國嗰邊俾線報。哦。冇耐鬼唔捨人噶嘛。嚇！即係有人英國收到情報、收到資訊，咁啊掟翻嚟俾香港做咯。嚇！咁呢啲咁嘅僆仔，你搞呢啲嘢，咁你又挑戰法律啦。係啊。係嘛？咁啊挑戰法律嘅，咁啊等法律裁決咯。提早攞唔著數，咁少錢。我話你而家你個世界啲人。他們沒有什麼智慧的，你份文件呢，特別法律文件你不是立面簽的，一簽呢你就是沒得吞，我第二個問題好都是本港的，因為現在呢太多日日都太多新聞了，之前很熱的那個 JPEX 就好像有消息冷卻了。 JPEX 就他那天我跟我台長說呢，我說 他政府為什麼不去，他們或者在做緊，即是當年你兩年前賣那些大廣告，整個地鐵周圍賣得那麼狠，那你個地鐵公司設啲廣告時間一定有公司來跟你對談的嘛，是不是，就算你是廣告公司代理地鐵，那那間廣告公司代理都有他資料的，當年誰來賣廣告用什麼公司名義你要追落應該追到的，大家目的最主要是追錢，同埋啲冒金主呢，你查到你有啲都唔敢拉啊，你又未必跟得到，即係話咧喺世界上搞呢啲咁嘅 aircon， 你話虛擬貨幣咧，九成幾咧都係中國內地人嚟嘅，係佢哋先利用呢啲貨幣走黑錢走得犀利，我貪功污吏啊，咁啊點解你話瑞士銀行公布咗啦，好多國家銀行都公布咗話你內地好多存款啊嘛。十億百億美金有啊嘛，嗰啲黑錢啊嘛，咁啲錢點樣嚟啊？就透過呢啲咁嘅光嘅渠道啊嘛，所以全部都係國內人做多，九成九啊，咁啊你殺唔超，你查到你乜點啊？涉及咩人都有，同埋佢亦都係部署好靚嘅，但係最重要一樣嘢啦，大陸幹部唔識搞呢啲貨幣喎，因為佢都涉及幾高深嘅科技啊，幾高深嘅運作啊，個財技運作啊。佢有錢 back up 啊，多數都海歸的，搞呢科嘅人多數海歸的，知唔知啊？咁你生人招自己慢慢跟咯，係啦。但中國政府拉咗啲人咧，所以中國政府唔開嘅，因為知道係自己的內鬼嚟嘅嘛。咁、你個咁嘅私人條地波，中央政府都唔做，你自己想做呢檔嘢？全世界都不應該做的，你的咁嘅生意，因為你都不得光明正大的，一定有鬼怪。即是你的錢不得光明正大才搞呢科啫嘛，係嘛？你光明正大，你不會搞呢科，你會不會話你有錢就買啲康嚟當係匯錢匯出去咧？冇需要啊，係啊，我咪俾錢銀行，我證實你都匯到噶嘛，啱唔啱先？廣泛接受嘅，所以做咗啲嘢係黑箱。黑暗的世界做的，咁你政府要搞呢啲黑暗世界嘅，就你自己自食其果咯。係，好，咁先。好，拜拜。